选择致命毒点，看完慎重抽取。一，简不适合打紊乱，但不是不能打。虽然简可以走紊乱队，但收益没有纯强击来的实在，因为紊乱是用瞬间伤害的异常伤害结算上一个已存在的持续异常伤害，但简本身的强击伤害就非常高，打紊乱需要其他角色战场，这大大影响了简输出强击的手段，所以简不适合打紊乱，因为收益不高。因此紊乱队的最佳组成依旧是格力斯、派派、妮娜。二，刚需专武。绝区零这个游戏专武是非常专的，动不动就针对角色专属提升，简目前没有下位替代，要玩只能抽专武。给简的提升有异常精通、异常积蓄、增伤，所以抽简零加一起步。专武提升 40% 异常积蓄效率，加上自身被动加成，提升是相当恐怖的。三，配对困难。目前简的配对必须跟赛斯死板，而且简是个战场角色，一般不带紊乱，所以南哥、青衣等击破位淘汰。那么另一个角色给到了谁？这里有三个角色参考：丽娜、露西、格力斯。丽娜的抗性穿透，露西的后台资源，格力斯紊乱，大家根据自己的 box 进行搭配。好了，我是老杨，关注我，带你畅游新艾丽都。